安全带，你的眼里都是我了。镜头说三百字的感言，三百字。切四块，酱油另外放，红茶去冰加蜂蜜。你怎么还挂念着这些啊？你不走吗，男朋友？走走走。
明天再来吧。三二，不是普通的丑哎、欸，还有，对啊，现在要干嘛？脚要很糟，对啊，奇怪。一二三，嗯，好了，好，终于到一周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手机没电。